我爸我妈都没有这样使唤过我干活，那叶雨溪都不知道哪惹到他了，分明就是故意在整我。要不是为了爱哲酒店，我就和叶雨溪那家伙翻脸了。就是，我也觉得那叶雨溪像在整你。哦对了，你看他刚还发了嘲讽你的微博呢，居然没有给我 P 图。重点在这儿啊，还说我是保洁阿姨。啊，这评论别看了，青菜。哎，你看，评论都在夸我们酒店。西西子住的酒店景色很好的样子。想和哥哥打卡同一家酒店。据前方站姐回报，这是爱哲酒店有组队去的吗？什么东西啊！我突然想到一个可以反击叶雨溪又可以提高业绩让傅泽一闭嘴的办法。什么什么啊，爱哲酒店每个房间都标注着叶雨溪同款，多亏了你搞事啊，现在爱哲酒店的房间供不应求啊。